单啊。哎呀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谁跟你客气？我来。我来。先生，你一共消费8600，这是你的卡吧？没事，答案我已经买好了。好，先走吧，饭已经买好了。谢谢老板。没事，我还有一个小请求，我今天可不可以送你回家呀？走啊，米夏，坐我车。来了。哎，你们看看，一个舔狗还想送我回家，他想干嘛呀？我虽然是个舔狗，但是这两个字从你嘴里面说出来也太欺负老实人了。我几乎我两个月工资了。喂，一切女神有女神的套路，舔狗有舔狗的尊严。但凡你给他一个微笑，事情也不会到现在这种地步。你越界了，从今以后你将变成楚小明的舔狗，除非他能够真心的对你说出我爱你三个字，否则你将一辈子是舔狗。原谅你，再回去吧。你不原谅我也没关系啊，我买了这周音乐会的票2张，我们一块去看吧。要是你不想看见我的话，你约别的女生去也行，我只要看到你开心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宝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你就去嘛。嗯，宝宝，噔噔，送你的，你喜欢吗？宝宝，我给你买了你最喜欢的游戏机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不是，你先过来好不好？我知道是我不对，我太任性太自私了，我现在知道错了。要是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的话，我那天绝对不会转身就走的，我一定会让你送我回家的。小明，我知道你是好人，我不应该伤害你。对了，这是你喜欢的游戏机，送给你，以后要是出新的我都给你买，我给你买一辈子。你说的都是真的？真的。快拿着。没事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，但是你这段时间对我那么好，我真的好感动。我似乎在你身上看到了我曾经的样子，所以我决定原谅你了。那你还愿意继续当我的舔狗吗？我愿意。那你愿意对我说我爱你吗？我爱你。你咋的了？你说什么？我爱你。你天天缠着我，天天缠着我，不想理你的，这是干什么？你不想说，你不让我说，说你又打我，你是不是有病啊？你刚才说把游戏机给我，你我愿意。那你愿意对我说我爱你吗？那怎么可能呢？你想什么呢？那三个字能随随便便说呀？我妈跟我说了，舔狗就是舔狗，他不能越界的，要摆清自己的位置。再说我
是舔你，我也不是要娶你，你想什么？你有病吗？什么玩意儿？你就赶紧回去吧。王，天黑你走慢点，路滑。这也太难了，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王，陈翔六点半。